如果想检查车辆状态，可于 iDrive 主目录中选择我的座车车辆状态。在车辆状态版面中，可以检查到胎压状况。如果胎压正常，图示中的轮胎颜色会显示为绿色，如果胎压不足会显示为黄色。如果更换轮胎或者为轮胎充气之后，就需要重设胎压侦测警示系统。你亦都可以查看机油油位状况。机油油位位于引擎发动并处于适当运作温度的时候才可以进行量测。在动态侦测器信息的版面入面，可以检视所有故障提示。另外，你可以查看车辆的保养需求以及过往的保养历史记录。